生活中大家都会吃各种各样的水果，给自己补充一下所需的维生素，毕竟每天大鱼大肉的，吃多了也不健康。芒果都吃过，非常的甘甜，富含丰富的水分和维生素、矿物质等等，经常吃还可以美化肌肤、凝目、促进排便等等，一般一斤也就十几块钱，但是日本就有一款天价芒果，两个售价50万。网友，水果都吃不起了。虽然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水果比较贵，但也没想到会这么离谱。据说这种芒果被称为是太阳之子，产自于日本的宫崎县，表示这是最高等级的芒果，有一定的标准，需要糖度15度以上，重量达到350克以上，一盒两个装，外观鲜红，产量很少，种植成本也很高，价格贵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拍卖了50万日元也是吓人，折合成人民币3万多块，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呀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但不管是炒作还是什么，公司都不亏本，相当于免费打了一波广告，大家觉得值得买吗？记得关注转发哦。